嗱，過咗600，我公司嘅穩定姐姐咧嚇，就上網看下啊，仲有冇咩著數可以執下咧咁嘅事，居然可以看到一個優輪預售券嚇，由500蚊咧定到1500蚊咁緊要啊！佢又問我係超人，而家疫情之前去嗰個咁嘅優輪我幾千人，我話起碼3000-4000蚊啦。佢話今次好近喎，哇500定1000，咁1000咪定到3000，坐到次嘅咯。咁我都上網去看下啦，咁啊成轉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都話用得，又狂熱。崔斯退翻啲钱解年，睇落我似乎好着数啊！咁我下午搵靓姐姐啊，去问下个商家啦。啊，咁啊问到花咯，个商家话系啊，你啲有兴趣啊？嗱，咁啊只啊，我哋咧都想咧做下啲调查。如果咧你哋嗰啲观众咧觉得吓有咩坐邮轮嘅意见啊，觉得出去耍抵唔抵啊，安全担心啲咩啊？几时再常坐邮轮出去耍？可以咧坐留言嗰度咧写低。咁啊到时咧，佢哋商家咧会送翻嗰啲订制版嘅无线充同埋弯宝带送翻你哋。不过咧数量。有限噶，咁啊，你哋上爱上知道点字攞咧，就看下面嘅图文。咁啊，至于个预售券啊，博唔博得过咁嚟临嚟啦，咁我搵到啲咁嘅料翻来，同你哋讲声。